见师哥上学时期汇报演出录像上。吝啬鬼！哎，抓贼！抓贼呀！抓手手！抓杀人吧！王八，有脸的上去！我完了！我叫人陷害了，叫人抹了脖子，叫人把我的钱偷了去啊！是谁？在什么地方？他躲在什么地方？他在那边，在这边。这是谁？站住！还我钱！混账东西！哦，是我自己，我神志不清了，我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在干什么。哎呦，我可怜的钱，可怜的钱，